我又讲，我又讲。在洗碗机教学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介绍洗碗三宝。什么是洗碗三宝？首先第一个软化盐，第二个光洁剂，第三个洗碗粉和洗碗锭。软化盐是用来软化我们水里面的石灰质，所以呢在洗碗机里面比较不容易有水垢的产生。第二个光洁剂，光洁剂的部分呢是用来破坏碗盘上面的水分子，所以加了光洁剂之后呢，你的碗盘会比较容易烘干。最后一个是洗碗粉和洗碗锭，这两个呢就是用来除去碗盘上面的油污，那至于使用量呢，就是视个人碗盘脏污的程度来做决定。在第一次使用之前呢，必须要加两样光洁剂跟软化盐的部分。首先把洗碗机打开后，有两个添加盒，我们把左侧的打开。然后光洁剂的话呢，是第一次在加的时候就要加到满。当里面有光洁剂稍微溢出的话，就代表光洁剂里面的盒子已经添加完成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盖子盖上，然后我们再进行做软化盐添加的动作。首先将洗碗机打开之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软化盐的添加盒，逆时针把软化盐的盒子打开，然后用上随机附上的这个漏斗，把漏斗放上去。第一次添加软化盐的时候呢，可以添加一包，好，然后之后呢再就是使用完毕之后再添加。添加到满，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再把漏斗拿出来，再把这个盖子锁紧，这样子就可以了。每一次洗碗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添加洗碗粉或是洗碗锭。那这个呢，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者是碗盘的脏污程度来决定你想要用哪一样的产品。洗碗粉的话呢，在洗碗格里面有不同的用量的标示，那最少呢我们要倒到最底线的这一格。好，倒的方式呢很简单，把这个开口打开之后轻轻的倒入里面，最后呢这个扣环必须要扣上，有咔的一声，好，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盖紧。洗碗机里面呢的下方有三层过滤网，这个三层过滤网呢要每个礼拜或是每两个礼拜呢用手洗清洁一遍。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呢它要怎么拆解。好，这个逆时针转开，好，取出之后呢，我们先把最外层的这个塑钢的过滤网拿出来，那这三个都可以放在琉璃台下面用水龙头清洗。这个塑钢的部分呢，因为它的网子比较细，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个旧的牙刷，然后用牙刷来清洗它。再来这两层过滤网呢，左右两边呢有两个按钮，把它按下去之后就可以退开。好，所以呢这三个都可以分开来在水龙头下面清洗。那装回去的方式呢很简单，只要把它轻轻的压上去，好，然后有咔的一声，好，其实就已经装好了。那这个过滤网呢，我们要装回到洗碗机里面。首先这个三角形要朝外面，好，放进去之后呢，把这个三角形，两个三角形互相对准，这样就代表锁紧了。当我们要使用洗碗机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开启它的开关键，好，开关键是最左边的这个，按下去之后呢，你会发现灯亮。那我们看到呢，最左侧面板的左侧，好，是我们的洗尘的部分。第一个洗尘是70度洗，这个适用于碗盘非常脏污的一个洗尘。再来是 Auto 呢是从45度洗到65度，然后这样子的洗尘呢可以适用于有一些较为脏污的锅具等等的一个洗尘。最中间的这个是 Eco 50度，这个叫做经济洗尘，
所以使用这个洗尘呢，基本上是最省水省电的。再来有一个画高脚杯的40度洗尘，这个当然就是适用于高脚杯或是玻璃杯，好等等的一个餐具。45度呢，叫做我们的45度快洗，所以45度呢，它只需要花45分钟，可是呢，它没有增加那个烘干的功能。再来的话是我们的预洗，预洗的话呢，常常是用在就是比方说你吃了三餐，但是没有要立刻洗涤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用预洗，用清水把里面的碗盘冲干净。面板的右侧呢，第一个是时间，好，这边我们可以做预约定时，你可以用加减号来加减，看你是什么时候想要把它洗完。再来的话呢，是下层强洗区。下层强洗区呢，会加强下层的冲水棒的力道。如果你有比较脏污的锅子或者是碗盘的话呢，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键。倒数第二个呢是卫生杀菌。卫生杀菌呢，它会在最后清水的时候呢加温到70度，所以可以让你碗盘达到一个杀菌的功能。最后的话呢是加强烘干。加强烘干呢，一样也是会把温度带到比较高，所以你的碗盘呢在烘干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干燥。最后是启动键。洗碗机洗尘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在半个小时之后，它是烘干效果最佳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碗盘取出。那碗盘取出呢，首先我们要记得要先从下层碗篮区把碗盘取出，这是因为洗碗机虽然它已经有烘干了，但是它并非是没有水，好，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先把下层碗篮的碗盘取出之后，再把上层的碗盘取出。洗碗机的清洁保养呢非常的重要，大概每4到6个月呢要进行一次的清洁保养。那我们的产品有两样，第一个是强力清洁粉，再来是保养清洁液的部分。强力清洁粉呢可以帮我们移除这个洗碗机里面的蛋白质啊、淀粉、沉淀物还有这个油污的部分。那保养清洁液呢主要是在去除油污还有水垢的部分。使用的方法呢非常的简单，首先我们先把洗碗机打开，然后在使用强力清洁粉或是保养清洁液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65度以上的洗尘，所以我们按下开关键。好，然后在这个机器呢，我们选择70度的洗尘，最后按下启动，然后我们把门关上，让洗尘呢进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轻轻地把门打开，然后将这个强力清洁粉均匀的撒到我们的箱体内部，然后再把门关上，让整个洗尘走完。好，这样子呢，清洁步骤就已经完成了。好，然后当我们要使用保养清洁液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打开，好，然后用倒插的方式把这个保养清洁液倒插在我们的碗篮中间，把碗篮放回去，然后盖子盖上，这样子呢，等洗尘整个结束之后呢，洗碗机的清洁步骤就已经完成了。那以上就是我们洗碗机的教学步骤。